这次我们的一款保温袋，轻便舒适，五金顺滑拉链，还有超大开口。这个包包可以折叠，包包的材质是牛津布珍珠棉 PEVA， 夹厚肩带韧性强，装上物资一擦即净，还能防水。包包的容量还是不错的，能放下饭盒、饮料。拉上拉链就可以开始保温了。